不管是导数里头的函数问题，还是三角里头的函数问题，还是解析几何里头的函数问题，只要是最值问题，我们必须写自变量在什么情况下取得的时候，它这个函数值的取得最大最小。如果不写这个啊，我告诉你这儿一盒丢了啊，然后这不写这个，你看人家答案这儿都写丢了，四个同学传中枪跟两个问题非常非常难受，高考的时候一定切记记住啊，孩子们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